大家好，今天上午我跟我表弟在这边做竹篱笆，把这个菜园给整出来。现在已经中午了，做点饭吃，辣椒炒肉啊，吃完了再接着干。哎呀，这个饭熟了，放一边。现在这个雨啊又停了，估计等会儿又会下。我们这边天气预报说这几天都会下雨。现在已经熟了呀，开饭了，香喷喷的辣椒炒肉，开饭了，这个饭煮的刚好。老表，你多吃点哈，这么多，你借饭了你，扎不扎？太高了，这些给你，我怎么吃啊？慢慢吃啊。这么高，现在开饭了，卡死你姐，太高了，又没凳子，我跟你讲，坐，这辣椒凉度够不够？嗯，还是牛奶强啊。以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菜园了，今天上午就在围这个。那两只鸡是从上面抓下来的，但他们以前生病了，然后放在这边养，现在养好了。就了，还吃点米饭。这两只鸡不给面子，给他吃的他不吃，改天做了。